张北公的颁奖。太刚好啊，太刚好啊。我是来自个行政院客委会，担任秘书室的主任啊。很高兴啊，看到今天在座这么热情啊，这么有精神。我这件 T 恤啊，也是上两星期我们是在苗栗的这个香格里拉办啊，那时候是有大概50000个人啊，我们总统也有去。那今天我们在场应该有500个人啦，哈，等下陆陆续续。啊，人多人少其实不重要，最主要我们大家都很热情，啊，这是最好。那我们客委会这一次哈，今年是真的有扩大举办，有11个县市，36个乡镇，啊，包括我们杨梅，还有81个单位，哈，在举办这个桐花。像今天同步的也是下午在我们这个大溪的花海也只有举办哈，有些地方它本来都是要收门票的，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因为扩大哈，所以说希望说民众热烈参与，那也很感谢我们这个主办单位这一次哈，理事长还有我们陈总干事都很热情啊，希望说我们今天大会一切都很成功顺利哈，那谢谢大家哈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感谢谢主任，谢谢我们的。